白沙屯妈祖伫即礼拜就要起驾出发进香了。北港在地团体是纷纷响应，其中军人官福建青年协进会北港中心是邀请参加课程的长辈来制作这纪念品，要来送予参加了境的信徒。虽然包装的过程对长辈来讲相对辛苦，不过伊也是感觉是非常欢喜。现场的长者认真包装礼品，为着迎接白沙屯妈祖，婚姻馆福建青年协进会北港中心邀请参加课程的长辈制作纪念品，时段哪做哪开讲，大家拢真欢喜。阿伯，阿你感觉就是协会啊，请恁来做这纪念品啊，你感觉安怎？袂歹，我袂歹。啊，安怎袂歹？都较袂无聊啊。感想真好啦！啊，做一寡吼送白沙屯嘛吼，按大家有一个纪念性安尼啦。真娱乐啊，真快乐啊！做白沙屯这算讲是大家大家欢喜啊！做白沙屯，保庇予阮平安安，真好，足幸福的感觉。讲咱来遮，大家做伙哦，足好个，啊，搁会当做工课，搁白沙屯嘛要来。吼、哦、啊！大家啊，咱像讲结缘，安真好啦。感觉我感觉讲白沙屯啊，真正足宝贝的，安真好，安尼足结缘的，足好的。最近疫情无稳定，所以协会这摆准备的纪念品嘛，甲防疫有关系。除了手巾啊、甲袜啊以外，毛分装酒精、甲倒手芳的芳膏，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度过疫情。那协会在五年前成立关怀据点之后，我们就有陆陆续续，白天会照顾一些长辈。那因为我们位置在整个北港镇，那整个老人家在整个活动的过程里面、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期待，还有老人家也自己期待去参与每一年，白沙屯到整个北港的一个活动上面。那老人家们就有提醒我们说，因为今年的疫情比较严重，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重新去思考。做不一样的东西去发送结缘品，所以才会产生今年结缘品的种类都是以防疫为主。协会表示，有真侪来参加课程的长辈有失智也是行动不便的状况，希望透过结缘品的制作，会当训练因的力头，嘛，让这长者动脑筋，达成减慢老化的目的。那在整个制作结缘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会发现说，因为我们的整个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有一些是失智的长辈，那有一些是失能的长辈，所以我们也会期待说，在做这些动作的同时，可以去结合我们平常来这里的一个运动，所以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就会设计一些小标签，让他可以去训练手部的肌力，那也透过了这些东西在计算上面。可以去加强他的认知的能力。时代动手制作纪念品的画面，让人看起来是相当感动。希望妈祖会当保庇因身体健康，吃百二。记者林宏碧采访报道。